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Minecraft 当个创世神这一款游戏啊？相信呢，大家对于芭比的玩法呢，应该都不陌生吧？而现在呢，其实有一款叫做 Terraria， 它的玩法呢就跟 Minecraft 很类似，玩家们呢可以在沙盒世界中自由游玩。究竟是怎么样的游戏呢？赶快跟着我来看看吧。Terraria 这一款号称无限挖掘、无限游玩的芭比风格游戏，与 Minecraft 当个创世神玩法类似，玩家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角色，而要做的事情非常多，可以采矿、伐木、收集资源来生产或盖出房子等等。地图上甚至会出现 NPC 追随您所制造的房子，进而发展出小镇。而游戏当然少不了刺激的战斗，地图上会有洞窟与未知地图让玩家们去探险，并且也有天马行空的 BOSS 等着玩家。当然更有许多宝物与另类自由玩法，让玩家们自由游玩。游戏已经推出 PC、PSN 与 Xbox Live， 甚至连手机上都能够游玩这个庞大世界咯。而目前更是跨到了 PS3 与 PS Vita 平台，玩家们将会有更多机会体验到这个永无止境的游戏世界咯。